久负盛名的雷兽终于正式登场了。几次交手，由于闪电遮目，都未看清楚这家伙的真容。这么仔细一瞧，真是印证了距离产生美的名言。交手即可巧用魔核，令雷兽即刻进入硬质状态。采用放射潘多拉炮弹的方法，可以直接击毁其防护罩，绕其身后当体施展真生龙拳，再发射一次炮弹。往复两次，雷兽立刻自爆了事。伟大的教皇啊，破坏您肖像的是 Nero， 现下已经被收拾掉了，可为什么这幅伟大的艺术品反而结冰了呢？若玩家你也是满肚子好奇，那么就不要错过我们鬼泣高清攻略第8集的节目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吧。